个撒旦的末日战略啊，那么啊，小弟所领受的啊，那么有一点系统性的这个圣经道理的啊记录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啊要跟大家分享到啊第三个段落哦。那么第一个我们所提到的是啊包装的淫乱啊，淫乱被美化的，哦，那么从思想上，从观念上着手，然后把本质是淫乱。但是他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言语的思想的包装，然后变成是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抛弃了我们应当要有的那么人伦基本的道德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淫乱里面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那么早上我们所提到的是有关于啊性别上的错乱啊。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啊，我们也逐渐可以看到。那么人的性别啊已经否定啊，我们人类世界可能在否定啊，性别不是神所能够创造的，啊，性别是可以在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么逐渐啊去摸索，然后我们来决定我们自己本身的性别，啊，那么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担忧，也值得我们用警醒的心来防备的。那么下午啊，小弟要跟大家啊继续分享的是有关于啊这个道理的变质，哦，就是异端。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哈，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请看第一节。第一节，这段经文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圣灵明说。那么就是神的灵啊在感动，好，那么甚至在对我们做启示，好，那这一段经文不是用比喻，不是用暗喻，通通不必。圣灵在这个神的灵在一个很清楚的状态当中，那么他就平铺直叙的单刀直入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末日的现象。好，那末日什么现象呢？好，圣灵这样告诉我们说，在后来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后来的时候，它的原文叫做末后的时期，好，就是世界进入到一个啊后面哈，就是我们讲倒数计时的哈，倒数啊，要来啊，世界末日要来临之前那个最后的末后的那个时期呢，好，那会发生什么事呢？说必有人离弃真道，好，那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好，那么这个引诱的英文叫欺骗，会听从那一些具备有诱骗性，好，有欺骗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灵的运作，好，会进入到他的迷惑里面，然后说会听从鬼魔的道理，好，听从撒旦深奥的道理，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本圣经啊，天上的真神，那么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那个末后的时期，哦，那么会有所谓的诱骗的灵，那么或者欺骗的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空间里面，哦，然后呢，他会讲一些异端，就是属魔鬼的道理，哦，那么目的当然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救恩，哦，让我们在思想上受到误导，在观念上产生了偏差的思想之后，然后很自然的我们信从了这个魔鬼的道理，我们就进入到异端里面。当我们进入异端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跟神隔绝的，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真理里面，哦，那真理是一个教会最基本的根基，哦，我们还可以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哦，这段经文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因为他常在外面做福音宣道的工作，哦，所以如果因为单年的时间久没有办法急速的回到教会，哦，那么保罗他就吩咐他的接棒人提摩太说那么你要在神的家中知道要怎么做，哦，那这个神的家指的是什么呢，哦，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在神的家中你要怎么做呢，哦，
保罗告诉提摩太，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坚固真理的根基。哦，因为教会要建立在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上面。哦，所以我们看这一本圣经，哦，我们看这本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哦，我们天上这一位神，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哦，那么他对于这一本圣经所记录的，那么有关于神的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倍加看重。哦，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哦，圣经里面，啊，在马太福音26:51以下，哦，那么这段经文记载，啊，罗马的兵丁，啊，来抓耶稣，啊，要把他抓去审判定罪，哦，然后最后，啊，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哦，那在这一个时候，当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当时耶稣的身旁有一个非常有勇气的门徒，哦，那么叫做彼得，哦，所以彼得一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他就把他随身的佩刀拔出来，然后呢，然后就把当时的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叫马勒古的耳朵削掉了，哦，他要保护耶稣，哦，保护他的老师，因为罗马兵丁要来抓他。那这个时候耶稣讲话呢，耶稣怎么讲，哦，耶稣跟他讲说，把刀子收起来吧，哦，收刀入鞘。为什么？你想想看，难道我现在没有办法请求天上的神他差派12营多的天使来保护我吗？罗马的军队编制里面，哈，一营是6000人，哦，那你看12营多，哦，那如果我们用数量去跟他做计算，哦，就是72000个，哦，以上的天使，哦，我们看西西家王，哦，在这个亚述帝国来攻打，啊，这个，啊，以色列国西西家王那个时代，哦，神主差派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就击杀了亚述帝国的185000人，这个天使就好，不用想这个，哦，那现在耶稣说，我难道不可以请天上的父差派12营多的天使来保护我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的啦，绝对没有问题的啦，哦，那你单独一个人拿着一把刀要保护我，我可以寻求比你更雄厚的保障，绝对可以的。但主耶稣他说，我不必这么做。好，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这么做的话，那请问经上指着我所说的话怎么兑现呢？好，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6:54里面的经文，哦，圣经里面指着我的话怎么兑现？那当然你在马太福音你看不到，啊，到底是哪一句话。我们的神在一个，哦，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一个这么重要的生命小关的一个关头里面，他为什么这么坚持神的话不要了？因为这句话一定要兑现，这句话不兑现，那这本圣经我们的信仰就破产了。好，哦，好，那我们看圣经小弟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啊，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断章取义，那么或者叫以偏概全，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模式在里面，哈，哦，读这本圣经，小弟认为最困难的就是玩拼图游戏，哦，那一个图片，哦，500片，哦，你不能够抓到一片，哦，那么你就用这一个图片来涵盖这一个图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因为它资讯是不完整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把500片的图片全部都找出来，哦，然后你跟他做有顺序的排列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图片拼凑起来是一个这么漂亮的一盆花，不是一个绿色的东西而已。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图片，你看不出来它的全貌。所以哥罗西书1:25，哦，保罗他就讲，哦，我当耶稣的仆人，我是耶稣的执事，哦，那么我一定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哦，所以
我们对同样的一个主题的讯息啊，那么可能它会分散在圣经各自不同的经卷当中。那同一个主题的讯息，我们当然要从圣经的不同经卷当中，我们去把这些相关性的经文全部都找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跟它做排列组合，那我们才有办法了解一个道理的全貌。所以小弟认为，我们读圣经真的最困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读圣经要了解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来引导带领我们，对不起，没有人可以读得懂，绝对没有人可以读得懂。因为人的灵晓得人的事，那神的事呢，只有神的灵才知道。那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神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我现在要另外引证一段经文，来讲述到底是哪一句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这么看重，有能力救他自己保护他自己的情况之下，他不动用这样子的势力。好，那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2章的37节，马太马可路加，我们都称之为叫对观福音。那么在同样的一个事迹，透过三个人的笔记，那么从三种不同的角度，那么对同样一件事迹去做陈述之后，那我们去把它拼凑起来，那么我们了解的全貌会比较完全。所以我们透过路加福音22章的37节，我们就知道哪一句话，这一句话叫做耶稣基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就这么一句话，很短。他说，如果我现在动用保障保护的力量，那请问，他问彼得，请问那这一句话怎么兑现？我一定要让这句话兑现，哪一句话？我要被列在罪犯之中啊，这些罗马兵丁现在把我当成犯人来追拿，来抓拿我，那我就是罪犯。那么神在旧约所讲的话才有办法兑现啊。那么这一句话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以赛亚书53章的12节。那你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请电脑做一下，你看十二节这么长的经文当中，这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这么短短的一小部分，不是一节哦，就一节当中的一小部分。好，因为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就这么一节小小的一小段，一节当中的一小段，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都这么看重。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本圣经，我们要了解教会的根基是真理。当这个真理的根基一旦被冲击掉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不再是神的教会。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根基就是真理啊。所以如果我们在牧养聚会的工作上没有真理，那圣经神告诉我们说，那聚会是浪费时间啊，没有效益的啦。那么这个经文我们也请后面电脑可以作业一下，马太福音15章的9节。主耶稣他说，如果把人的吩咐那么当作道理教导人，耶稣讲那拜我是怎么样，是浪费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会堂里面的聚集，我们讲台所释放的不是这本圣经真理的信息，那今天就是浪费时间，浪费大家一小时的时间，没有效益的。因为我们的神不会纪念，也不会承认真理是这么重要，不能够把人的吩咐当成真理教导人啊。耶稣基督也讲，如果讲述的没有真理，那么宣道是怎么样，是作恶。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3章的15节。我们请电脑作业一下，这段经文主耶稣他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宣道上他们是非常的认真，但是他们走遍洋海陆地，那个宣道的工作，如果
大家有在做宣道的工作，你会发现这个宣道真的是不容易了。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那么我也曾经去协助过印尼这个国家，他们全国的这个宣道的他们全国的布道会，那真的是很辛苦，三天就换一间教会，三天就换一间教会，全国性的。那进去到很内陆，到加里曼丹岛最内陆，跟婆罗洲这个婆罗洲交界那个地方，有一个他们原住民的教会，叫 Puta PUTA。 那要到这个教会，从加卡达坐飞机要坐3.5小时，然后下了飞机之后还要去坐高速快艇，双引擎的 Yamaha 引擎的高速快艇，要坐2小时，然后到达这个小镇之后还要坐铁牛车坐1.5小时才有办法进去到这一个原住民的教会，没有电，所以进去到他们的房子里面，高小屋，木板高高低低，参差不平，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那怎么过生活？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自来水，那这个对我们文明人来讲，那这个是很痛苦啊。文化背景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那么教育的层次不一样，饮食的习惯不一样，所有的细节全部都不一样。那到那个地方去，我跟他讲说我想上厕所怎么办，他说去那个后面那条河流啊，去后面那条水沟啊，怎么上？那你就衣服脱一脱，你就蹲在水里面上啊。我说你啊，我不会上啊，本来想上，一蹲下去就没有啦，不晓得怎么上啊，那后来第一次没有经验，不知道啊，如果有机会到这种落后的地方，你在水里面要上洗手间，请问是面向上游还是面向下游？这个很大的关系哦，跟大家讲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经验，我是面向下游啊，我想说这个排泄物出来之后冲了就走了嘛，所以我就面向下游，我说吃不到，水蛮大的，所以你一定要面向上游，而且要蹲马步，我跟他讲说哇，那上游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做同样的姿势，那我在下游不是喝他的水，泡他的这个排泄物的水吗？他们跟我讲说，传道你放心，整条河流都是这样。所以刷牙、洗澡、洗菜、上洗手间，就是说要排泄，全部都在那条河流里面。所以你在那边蹲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米田共从旁边经过。大家是这样在生活的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什么都没有，所以晚上聚会啊，晚上这个夜间来临之后就全部睡觉，所以他们3岁以下的小孩不穿衣服，没有衣服好穿，有机会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走一走嘛，在加里曼丹岛北边婆罗洲的交界，在印尼的国土里面叫普达教会祈祷所，但是他们的注目传道是沙巴派出过去的，因为从印尼的总会派到那一边要7-8个小时啊，路程遥远。那沙巴派过去，距离他们的境界只有10公里，很近啊，走一下路就到了，真的是有他的辛苦啊，那晚上睡觉你享受那么好哦，我看我们五楼传道房非常舒服啊，你去那边是那个木板搭起来，而且木板都是这样子的。高低不平的，底下是养鸡、养鸭、养猪，所以晚上睡觉味道非常好。还有晚上睡觉蚊虫特别多，所以很难睡啊，我们这个文明人到那边真的都不对劲了，那圣经说，你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啊，这个真的是辛苦，因为真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度，各种生活习惯多。差距蛮大的。那圣经说他们勾引一个人入教，就是说让一个人变成是皈依者啦，或者让一个人变成是宗教信仰的改信者。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这个勾引的意思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却让他失去水分而枯干了，
萎缩的，因为没有真理。好，很辛苦哦。但是当这个皈依者、这个改信者他进来之后呢，没有水分。好，那一个植物没有水分，那么它就是枯干了、萎缩了，或者它就是瘫痪掉的。属灵生命系统没有办法维持，所以神说哈，好入了教了，可是怎么样，他还是下地狱。那这样子的宣教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没有真理啊，所以真理在神的教会里面它是绝对重要的。好，但是我们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到哈，圣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是提到。末后的日子一定会有魔鬼的道理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行列当中，那么它是一种诱骗的、诱拐的、欺骗的灵的运作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那魔鬼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能用神的道理而已啦，不是我们真正所教会信教，我们的讲道领会人员等级团队也能用神的道理啦。魔鬼说要用，要用我也很好用，我也会想用，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嘛，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你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以下的经文到十二节，耶稣他禁食四十昼夜之后，那么现在魔鬼来试探他，那么魔鬼试探他的第一个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因为主耶稣四十昼夜之后肚子饿的，所以魔鬼告诉耶稣，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方法对我们今天来讲，叫点石成金术啊，快速发财啊，年轻人一直在想，我人生第一桶金到底从哪里来，快速发财，所以我们走的不是脚踏实物的路线，我们走的是金融操作的路线，蛮多的，股票、期货、金融的这一些指数的操作，好，那第一桶金从哪里来？石头可以变成实物啊，快速发财啊，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主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引证这个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还是要靠我们的神口里面所出来的一切话，好，那魔鬼他失败了，因为我们的神站在真理的角度执行真理的动作，所以他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那第二次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呢，把耶稣带到这个高山上，然后告诉耶稣你看这个全世界的荣华富贵都交在我手中所以那个长期不来教会在外面社会发达的现在又再度进来教会我们倒不必先断定说主耶稣很祝福他了因为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也是在魔鬼的手中那魔鬼说要不要，如果你要我也可以给你啊，拜我我就给你所以我们南部地区有一个教会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见证那见证就是说他是从事这个渔温养殖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么有一段时间他这个渔温这些海产的养殖的这些鱼虾受了传染所以病毒这个横行之后那么暴毙相当多所以他也忧心忡忡那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因为能够用的能够想到的人的方法他都用了但是得不到改善那有一天晚上他愁眉苦脸那么在家里面突然之间魔鬼就跑出来找他我问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魔鬼他说一出来那个灵灵的感觉就知道这魔鬼了那魔鬼出来跟他讲说我可以让你变成富有的人家我可以改善你整体的环境但是你要把你的生命卖给我你只要答应我就让你变成富有人家你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帮你解决那感谢神我们这个信徒他的信仰立场蛮坚定的所以他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当时主耶稣他讲了一句话引用这个生命记六章的十三节还有第四章的第八节主耶稣说人一个人只能够单拜天上的神
好，那除了这个神以外，我什么都不拜，我就单单拜天上那一个神。好，所以钱财对我来讲，它不会超越神的重要性。好，世界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讲，没有办法超越神的重要性，因为神他是我生命救主的，救主的一个什么？一个救赎主。好，那生活是短暂的，生命才是永恒的啊。那有什么能够超越生命的价值呢？所以耶稣他不拜。好，第一次也用圣经的话，第二次也用圣经耶和华真神所说的话。好，那第三次呢？魔鬼说：“那你要用啊，我也可以用，不是只有你用。”所以第三次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然后告诉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这个第九节，那当魔鬼他对耶稣在第三处做这样子的试探的时候，这一句话讲了之后，随着而来的是什么？是圣经耶和华真神所说的话，一个字都没有差。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魔鬼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段经文出自于哪里？出自于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原原本本的把耶和华真神所说的话拿出来当作一个佐证，然后告诉耶稣：“其实你跳下去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可是，一样都是用神的话。好，耶稣他另外引证的是《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经文。耶稣他说：“不可以试探主，明明知道跳下去有生命危险，你为什么还要跳？”一样都引用神的话。好，那换句话说，魔鬼也会用神的话，在一个事件，在一个场景当中，神的话出来，但这样子的场景，这样子的事件，神的话出来，不是帮助你，不让你得到恩典，得到释放，是要你的命。有这样子的经文的根基的记录，所以换句话说，魔鬼也会用神的话，但是他引用在这一个事件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应用的解释，那是不合场景跟事情的需要。好，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强调真理真理真理，我们也在讲真理，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偶尔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会听到一些，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是真理吗？这个是真理吗？我们会很讶异的，这个是真理吗？那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思考判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受到它的影响啊。好，我现在讲一个例子，那么大家思考看看，到底这样子的言论对还是不对？好，他这样说了，说方言是得圣灵的凭据，对不对？对，好，但是得圣灵不一定要说方言，对不对？说方言是得圣灵的凭据，对，但是得圣灵不一定要说方言，所以即使不说方言，我们的圣灵一样可以充满。好，他引证经文了，他引证哪一段经文？大家看一下，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就这么记录，他怎么记录？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能够得到益处啊，所以这个人，圣灵能够赏赐给他什么？智慧的言语啊，这个话一讲出来，能够安慰人的心，能够鼓励人对神重新恢复信心啊。他这个是带有神的力量的智慧的属灵的语言啊。再来，这个人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有神真理的内涵，能够去帮助他，那么让他呢，能够在生活上得到释放。好，那第九节呢，赐给他信心，
还有呢，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啊，第十节，好，能够让人行异能，也能够做先知，也能够辨别诸灵，也能够说方言，也能够翻方言。那么十一节就讲，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他说，哎，在第十节里面有提到，当圣灵降显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中一种现象就是说方言。所以他讲，说方言是得圣灵的凭据，对，因为有这一段圣经经文的根据。但是一个人得圣灵，不见得一定要说方言。你看有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祷告求圣灵，得到圣灵就要说方言？那这显然是有待商榷的。哦，所以我即使哈不说方言，我圣灵也是可以充满。为什么？因为我能有异病的恩赐吗？因为我能够鼓励人，让人信心，哦，对神的信心重新恢复吗？因为我能够讲出一些有智慧的言语去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思想上的开通吗？那个都是圣灵所呈现出来的啊。为什么单强调说方言呢？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你认同吗？认同吗？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信徒受影响，他们就得到释放啊。阿都们哈，阿都们哈干苦，他妈的基督求圣灵啊，什么老兵求圣灵38年，哦，那个是少聪明长老哈，那得求加干苦。那求圣灵啊，不一定爱讲方言啊，想到我那得一直祈祷求圣灵，有这么多不同的现象。那我看一看我自己，说，哎，好像还有一种情形，好像在我身上，最少我对神很有信心啊，环境击不倒我啊，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圣灵在支撑我吗？你能那个说我没有圣灵吗？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没有圣灵呢？一定以说方言当作凭据。好，哦，他这样讲的时候，哦，我思考很久哈，哦，我思考很久。那么这个言论曾经在脸书上面，哦，他也发布过，很多人按赞，可能有几千人按赞，哦，我不晓得其中有没有我们，哦，也去按赞认同他的讲法，哦，是神的真理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用在不对的事件上面会变成异端。哦，你要看一看，哦，这一段经文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你看第四节上下文，你要稍微看一下哈。第四节讲什么？讲恩赐，他是讲到圣灵的恩赐。哦，圣灵的恩赐，他说恩赐有分别。哦，那圣灵只有一位。那这个恩赐的意思就是工作的能力、工作的取向可能会不一样。好，他讲的是圣灵的恩赐了，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得到圣灵之后，那么在整个工作的能力上，在整个工作的取向上，他可能会不一样。哦，因为这样子的，透过圣灵所赏赐下来的工作力量，是神所赏赐的，是神给人的在灵里面的一种恩惠、一种礼物。那这个叫恩赐。好，底下保罗接着又讲哈。职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好，那这个职事呢，就是讲工作的项目还有工作的性质有所区隔。好，好像啊，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啊，慈善的一些帮助的慈惠的事业，哦，我们的侍奉的服事，有很多不同的哦，不同的项目啊，接待、讲道、翻译，哦，这个抒情、领诗，哦，等等催事。有很多各种不同工作的项目啊，哦，它的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职事有分别啊，但是呢，我们都是共同在服侍天上这一位神啊，哦，然后再来第六节，功用有分别，那这个功用是讲到工作成果所呈现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好，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展现的从神而来的属灵力量的功效性可能会有不一样啊，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啊，好像圣灵只有一位，所以这一段经文他讲的是圣灵的恩赐，他不是讲受圣灵的现象。好，所以从十二节你再看到下文，保罗他从第七节讲的这一段，他是讲的圣灵的恩赐，
他不是讲受圣灵的现象，所以十二节保罗他就讲，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肢体，那么合起来之后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啊，所以我们有人做手的工作嘛，有人做眼嘛，做嘴巴嘛，等等做脚嘛，那这些不同的功能性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啊。好，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段他是在讲什么啊？我用另外一个解释这样说了哈。我们吃过柠檬没有？吃过没有？柠檬啊，柠檬啊，拍摄我这台湾国语哈，讲话拢老风老风哈，这香蕉味道蛮重的。好，好，请问柠檬有什么功效？维他命 C 很多，对不对？吃的能够活化皮肤啊，所以吃柠檬的人比较不老啊。柠檬，柠檬有柠檬油啊，它能够分解油脂啊，帮助你减肥啊，对不对？好，这个叫做柠檬的功用。你现在有没有吃到柠檬？现在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坐在家族会，你都会吃柠檬啊。如果现在我拿一颗柠檬给你吃，你这样一吃，你会怎么样？哇，牙齿都崩去啊，对不对？嘴巴一直流，哇，酸啊！但是你在讲柠檬功效的时候，你不会讲酸，对不对？那个是你吃到柠檬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就是你感觉酸。可是柠檬它的很多不同的功效性啊，那我讲这个就是，它这里不是讲受圣灵的现象。他这里讲是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这个圣灵到底他有什么功效性。好，所以保罗他讲圣灵的恩数是知识层次的范围，圣灵赏赐下来，那么圣灵他带给我们在神圣工的服事上，他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项目，他有不同的工作能力，他有不同的成效，他讲的是这一些，那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受圣灵呢？受圣灵绝对是以说方言当中是一个唯一的凭据。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十大信条的第五条，你去看一看哈。好，我们赞美诗第一首的前面那一页，好，我们都有列十大信条。那受圣灵是什么现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所以如果我们圣经真理错用了。在一个事情当中，在一个事件当中，我们引证了这一段圣经的道理，但问题是引证之后他做的错误的解释，经文是对的，从神来的，但是在解释这个事件上是不通的，那我们就变成魔鬼了。他跟魔鬼的做法没什么容易嘛。那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第二章他提到的是受圣灵的现象。好，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那么第二节他就做了一个形容，什么形容？天上有响声下来，有一阵大风吹过。那么再来第三节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降落在他们头上。这个都是描述现他所看到的一种情形。好像有响声，好像有大风，好像有火焰的舌头降临下来，然后在这样子的描述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现象，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述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开嘴讲话。那这个别国的话来，你去看它的原文，有一些就干脆翻译成方言，就是卷着舌头或者舌头震动发出来的声音。那它的原文的解释就是说起另外一种语言来。好，问题是什么语言？圣经没有做解读，不知道。好，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按照圣灵所赏赐给我们的口才，那么就说按照圣灵他的意思，那么他透过灵的感动，我们的嘴就讲出另外一种语言来。那这一种到底是什么语言？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但这一种语言它有两种情况产生。好，从第五节，那么一直到十一节，好，叫做这一种语言哈，透过翻译能够让人听得懂，这
个圣灵赏赐下来之后，透过我们的嘴所说出来的这种语言呢，哦，你看当时哈，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边的有15个不同区域回来的这些侨居民呐，啊，哦，那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哈，因为在第八节哈，因为第六节里面，这聚集从15个不同地方回来的这一些人，他们说，怎么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人，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就是我们故乡的家乡话，在讲话。好，哦，那我做一个比喻了哈，哦，以今天来讲啊，有德国倒腾啊，哎，这些人受圣灵讲德国话，那意大利回来说 no， 他现在在讲意大利话。哦，那法国回来说，哦，不是，他在讲法国话。那奈及利亚来的，他说不是的，他是在讲我们奈及利亚的非洲话了，用我们个人生来的那个乡谈在讲话。那讲话呢，他们听得懂。好，请看11节哈，最后说哈，说讲说神的大作为。好，那我们只能够有一种解释，叫做我们天上的神他做的同步的翻译。只有神才做得到，好，我们人做不到，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一个叫啊前锋嘉颖哈，嘉颖前锋教会哈，我讲到很轻松啊，我今仔日哈安尼讲到嘴干啊，好夸对不对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讲，没有翻译嘛。那你去这间教会讲到的时候哈，我们是讲华语啊，好，但是华语要先翻成英语，好，那就翻译说，所以我讲一分钟，我就在那边休息了，就吐掉了。好，那他翻成英语之后哈，那第三个再从英语翻成他们的，好，翻成他们的这个印度话，好，那就翻第二首了。好，我讲一句话听到要5分钟，那我们再讲。好，那翻成印度话之后呢，他们再翻成他们那个，好，翻成国语，我们再翻成阿美语，再翻成他们故乡的母语，啊，都翻三次。哦，啊，包括我安尼都翻四次，我讲一句话，伊来翻甲，哦，所以1分钟我都爱等5分钟，才等我讲第二句。哦，一篇道理说跳做3篇讲，啊，讲轻松啊，吼，哦，不必一篇道理，吼，哦，吼，竭尽脑汁安尼，吼，一小时消耗光啦，啊，哦，在台湾讲一小时，在那边可以讲3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这样翻译，人没有办法，但是同步翻译是五种语言。只有神才做得到，哦，所以当这个荒，哦，当这个别国的话，哦，经过我们的神他同步翻译之后，哦，第一个这个话能够让人听得到，有15种语言，哦，第二种现象就是听不懂，这个天国的话，哦，这个讲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天国这个圣灵赏赐下来所讲出来的这样子的语言没有人听得懂。所以你看，哦，13节，12节13节，12节说众人惊讶，对不起，13节说还有人，就是另外还有一批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讥笑了，说怎么样啊，喝醉酒了，这些人喝醉酒，现在讲什么话我们怎么都听不懂，雷声隆隆啊，听啊，雷了，雷声隆隆，问题是讲什么没怎样。那后来彼得才告诉他们15节，彼得说，哎呀，他们不是喝醉酒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事出就是早上9点了，这不是犹太人生活习惯当中的喝酒的时间呢，所以绝对不是喝醉酒了。所以换句话说，当天国的语言赏赐下来之后，产生2种情形。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神他翻译15个国家回来的人都听懂是他们故乡的母语，他们生来的乡谈。一种就是听不懂，你讲啥我唔知呀。好，那圣经是全备的福音嘛，互补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好，哥林多前书14章，好，请看2节。好，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哈，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的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好，那么这里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一个人受圣灵说的方言，就是说的别国的话，说出另外一种语言，那这种话是没有人听得懂的，
心灵里面跟神彼此在做互动沟通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帮助弟兄姐妹在做按手祷告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哇，哭得很伤心啊哈。出来接受按手的信徒祷告，用心一直哭，其实讲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哭啊。我想只有神知道啊，他知道，神知道。所以圣经第四节说，说谎言是造就自己啊。那说谎言呢？说谎言是对人讲啊。第二节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是他心灵里面跟神讲述各种他现在的情况啊。讲述各样的奥秘，他现在的情况，他不能够对人讲的，他就对神讲嘛。好，这是一种情形哈。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哈，说谎言是透过翻译能够让人听得懂的。好，我们请看26节。26节哈，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说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人说方言，最多说好两个，最多三个，都能讲，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出来，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的。好，两种情形都存在，一个就是听不懂，造就自己，你的心灵跟神讲述各样你内心里面的奥秘。那一个就是透过翻译，这个跟圣灵降临的现象都是一样，圣灵降临是透过神翻译，那现在是透过翻方言的，你现在讲方言了，圣灵感动你说出了圣灵的语言了，那现在透过这个翻方言的，然后能够让大家清楚了解到底现在你所说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这种情形在我们教会真耶稣教会曾经发生过，所以如果大家认识一个台中教会的一个前长老，他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是跟随我们老蒋先生，我们的这个老蒋总统，那么从中国大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之后，那么他一辈子没有结婚，那么就是服役，那么一直服役到他退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引领来到我们教会，然后他听的道理受感动，然后追求以后就在我们教会接受洗礼，那么他一直在教会里面极力做服事奉献的工作，所以他被教会认同，后来最后教会提名安立他成为长老，以前都叫前伯啦，台中教会有一个敬拜啊敬拜啊，那后来他安立为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么有一次他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他坐在前面第一排的地方，因为钱伯他是福州人啊，那福州人讲福州话有时候蛮有意思的，那个酱油没有了叫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英文叫明天见啊，这个就是福州话的酱油没有了，那叫 see you，西柚就是酱油啊，他们福州话哈，西柚没有喽，叫西柚 tomorrow， 好，那他突然之间好像我在领会，他突然之间就站起来，然后用方言一直在祷告，那大家都说奇怪，长老今天怎么他讲道的人在领会，站起来上那边一直用灵言祷告，这个妨害聚会秩序啊。但是当大家一直看他的时候，讲台也听出讲道，旁边有个弟兄站起来说，各位弟兄姐妹，长老现在用方言讲道，神开通我的耳朵，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要翻给大家听，那么总结啦，我用简单的一句话，当时的前长老他在讲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按着你的心，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否的，其实你是死的，那么就是圣灵在责备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荣耀神的生活言行的表现，所以说暗明你是活的，那其实呢，其实你是死的，所以我们的神提醒你要复活过来啊，再去兼顾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他在讲述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他受圣灵之后，那受圣灵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说方言，
讲出别国的话来，只是这个方言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是这样子区隔而已。好，所以如果要听得懂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就一定要有翻方言的那个人。所以你现在回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好好，他讲到圣灵的恩赐，这里所提到的第四节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他是讲到用方言在聚会当中要造就信徒，所以圣灵有这样子的功能性存在，他不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性的。好，但是如果要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翻方言的去翻译这个圣灵的意思，那么我们大家在灵性上才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他不是讲受圣灵的现象，所以他的讲法引证这段经文是错的，那就变成异端。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长期祷告得不到圣灵的，那么他就不再祷告了，因为他得到释放了。好，那我们要防备的是什么？我们要防备的是哈，我们内部教会内部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异端。好，这个对我们来讲哈，这个才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好，外面的异端哈，说啊，我们现在安息日改成礼拜日了，我想我们不会受到迷惑了。那有迄个代志，本来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哦，那安息日改成礼拜日，我们是绝对不会去执行的啦。我们晓得这个不符合圣经道理啊。但如果内部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哈，我们很多人可以去认同它。尤其圣经经文再引证出来，那绝对是一种致命的杀伤力。那教会将来要面对的征战是什么？是内部产生的异端，让教会产生的分裂现象，这个是我们要警醒防备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记录在讲义的第一点，保罗也提过，彼得也讲过，老约翰耶稣说过。好，我们先来看保罗所说的，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好，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那么一直到三十节的这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话，因为你要从十七节往下看，保罗第三次国外布道，最后要离开以弗所教会，那么他请人去把教会的众长老都请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开始讲。所以二十九节三教会的领导，宗教信仰的领导的这一些长老们，那么所说的话，二十九节保罗讲，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他是不会爱惜羊群的。那甚至三十节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什么叫悖谬的话？悖谬的话，我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说扭曲、背离、误导神的救恩的一种魔力性的策反。好，我再讲一次哈，扭曲、背离、误导神救恩的一种具有魔力性的策反。好，那会造成教会分裂，就是道理变质了。好，我的认知跟你的认知，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那产生不同的观感意见，然后扭曲的误导了，那最后呢，神的救恩计划就因为在一个人的运作之下，那产生了教会被分裂的现象。好，教会内部异端是出自内部的，这个才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啦。好，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好，看一看彼得他怎么提醒我们。保罗讲了，那现在彼得他也讲了。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好，这段经文彼得他说，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假先知充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好，常常都是假借耶和华神的名，平安啊平安啊，没事啦，
常常都是这样子的一种论调了。我们看旧约的圣经，大概这样子的情况的记录蛮多的啦。那接下来彼得他怎么讲？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那么这个就是讲教会自己本身的内部哦。将来在你们的中间呢，也会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在这个地方的异端到底他又指的是什么呢？我去看他的英文，他是说恶意的引进不同的看法，造成分裂，造成错误。他是恶意的啦，挑剔的啦，我都跟你也得过去啦。所以他是恶意的引进不同的看法，然后造成分裂，然后造成教会的解体。将来在我们中间，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圣经都这样做记载。再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十九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的，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初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的。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救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什么意思？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他不会听劝，因为他如果听见就回归复合成为一体。所以老约翰他讲，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他不会属我们，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救跟我们同在，因为劝告他，我们去跟他谈，他能够悔改知道这样不对，那可以和复合归为一体。但是请放心，这些人都是吃的秤腿铁的心的，出去就出去，会造成教会因为对真理认知的不同的看法，然后异端产生，教会就分裂。好，我再讲另外一个我们教会内部自己本身所产生的讲法，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得救靠真理，不是靠组织，请问对不对？我们得救是靠这本圣经的真理，不必要靠组织的架构，对不对？好，我不晓得你的答案，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是靠耶稣，不必靠教会，对不对？它是两个合在一起讲的，得救是靠真理，不必靠组织。所以我们今天谈得救是靠耶稣，我们绝对不是靠教会。前面三个都对，只有最后一个错。得救靠真理，对，不必靠组织，什么同乡会、联谊会、狮子会、福伦社，对，当然我们不靠这些人的组织的运作。所以同样今天的就是靠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真理，对，所以不必靠教会，错。他把基督跟教会切割，把教会归纳成为世俗的一个组织的架构，错。为什么？因为圣经真理的教导，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好，那个是有生命联系的一体的关系。那现在拿刀把头跟身体砍掉，生命就丧失了。他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然后用哲学的推论的逻辑思想去误导你进入错误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必来教会了。你为什么礼拜六来教会浪费时间呢？得救不是靠教会啊，你来教会干嘛呢？对不对？我不必来教会啊，我在自己家里面聚会，两三个人聚合在一起奉主的名，神就跟我们同在的，你何必靠教会得救呢？我们是靠耶稣得救的啊。那他问题是他拿刀子一刀两断，生命就丧失掉了。所以教会是进入天国的钥匙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请电脑说一下就好。
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把天国的钥匙交托在这一间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天国的门、哦、这把钥匙没有把天国的门打开、哦、没有人可以得救的啦。所以我们得救就是要靠教会，教会执行洗礼，教会传扬真理，教会走在神的真理里面，那我们这个教会是神的身体啊，我们不是外面的社会组织架构啊，好、哦，只是管理方便，我们教会好像有一个组织的样态。那、啊、其实这个不是教会的本质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使徒行传》20章28节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那一些人啊，主的大家。那大家如果不开启天国的门，这把钥匙你不启动，没有人可以得救。所以得救是靠教会，绝对没有错的啦。好、哦，因为教会它就是天国的钥匙。哦、宣扬福音的工作神托付给教会，在以弗所书3章10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哦、所以我们要小心防范、哦、因为在一个末日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要面对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教会内部对真理的不同认知的分歧的看法、哦、那这样子的悖谬的话或者异端，当他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真理的基础去做分辨，很容易我们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就误入到那个错误的道路里面，那么丧失了我们灵魂得救的盼望。好，好，最后请看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好，圣经提醒我们一个听道的、哦、听道的信徒应当要有的、哦、一个装备，就是慎思明辨。现在讲这个好像跟我之前听到的不大一样，卡卡的，怪怪的，以前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这种道理，那到底这个道理是对还是不对？当你这个疑问产生的时候，哎，我们宁可找教会的长执，找教会的传道，好、哦，我们再多做讨论，好、哦，得救靠真理，不必靠组织。所以今天他说得救是靠耶稣，不必要靠教会。哎呀，怪怪的，我常常来教会聚会，叫我得救不必来教会，那这个到底是对不对呀、啊、哦，打问号，好好的慎思，然后呢明辨，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在一个末日的世代当中绝对需要的一种分辨的功夫、哦、那么我们也求神来带领，让我们每个人在这本圣经真理的根基的造就上都非常稳固，很能够清楚分辨这个到底是真理还是异端。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个末日的世代当中，这个欺骗的灵、诱拐的灵，它会工作，然后让我们去听从这些鬼魔的道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防备的。